他就里面是同样类似的东西，他就分成这个是 for body， 这个是 for face。OK， 对，其实我们来看研究一下它质地，你可以看看它的质地，你看这个它是比较流，这比较流动性，流动性比较，这个就是身体，你看就往下滴了。那当然，今天我们也是很荣幸可以尝试一下Justin 的这个服装哈。那现在在我身上的这一件呢，就是一个有一点挖肩的衣服，可以讲一下这个？因为这件衣服是来自我妈妈的旗袍。